国明和王心颖等一众演员利日出席 TVB 剧集《宫心计二深宫计》记者会，活动上总监制梅小清就大赞王心颖有钟嘉欣的影子，心颖自己又觉得点呢？我不敢当，但是我都有之前有听过，他在访问有这样讲过，系咯，我就唔敢当啦，但系好多谢佢咁样赞我啦。我觉得好难去比较嘅，咁当然嘉欣有嘉欣嘅成功啦，咁心颖都有佢自己特色嘅，就冇话相似相唔相似。讲到呢次喺剧入面，心颖同马明又系饰演一对情侣，做起上嚟会唔会更得心应手啊？咁自演情侣，佢哋个个都问嘅，会唔会易啲？我觉得某程度上有一种困难，就系咧望住佢同一个人，但系喺剧中同现实中我哋嘅经历好唔同嘅，所以要系咁话俾自己听，我呢个系剧入边要做嘅嘢，即系我觉得难啲嘅，但系可能个易就系因为熟啦，咁拍嘅时候舒服咯，即系你会信任对方，咁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啦，系咯。